我们刚刚讲到说，最常求助的眼部的问题，第一个就是眼尾下垂。眼尾下垂是每一个人都没有办法抵抗的嘛？对，因为地心引力啊，是跟往下拉，只是说时间早晚的问题。对对对，像我曾经看过那种，医生建议他非得开刀不可，是因为他那眼睛下垂到盖到眼睛眼珠一半，连看东西都看不太清楚的那种下垂，整个眼皮都垂下来，那种真的看起来不但老，而且是没有精神，更不要说什么电眼，他眼里眼睛都张不开，所以眼睛下垂这个问题，其实很多女生很在意。是，而且到了你一定的年龄啊，会有变得有点三角眼，对，哈，就是看起来就是对三角眼。而且年轻的时候漂亮的双眼皮，到年纪大变成三眼皮、四眼，就好几层这样子，然后那个整个眼神，而且都坐在里面，对，就变成整个那个化妆也很难看。然后现在的人哦，年轻，因为他很小女生都开始一直化眼妆，其实也造成眼睛提早老化耶。对，因为他化很浓的妆，然后天天贴睫毛，那个卸妆化妆，对，就整个很容易就这样子肌肤松弛，是，所以而且还会色素沉淀。所以这个地方哦，刚刚那个佳丽哦，跟翠芬都有谈到这个眼睛的地方，有机会如果说不盖下来，那是最好的。事实上，我都经常跟妇女讲一个事情。在50岁左右的时候，你要截断你的眼皮，要不要开一次刀？50岁，因为你要预估，当你到80岁的时候，谁敢跟你开刀？80岁，而且万一你活到100岁，我经常接到那个电话说，他妈妈80岁，要帮我要让他割双眼皮，我就说好像可以不用开刀来拉，不要再开刀了。你要开刀的时候是在你年轻力壮的时候，在轻熟女的时候，40-50岁。就已经来决断你的眼皮不会盖住的时候，那你用力盖住，你就用微整形的长效微整形的方式去把它改良就好了。那你真的要开刀，像我的眼皮以前条件不好，我本来用开刀是迫不得已的，那现在的话，你把它拉上去就好了。何况女生呢，在年龄上通常到80岁的时候，皮肤保可能会往下盖，何况更重要的是你长寿命嘛。所以你要为了你的未来80岁、90岁的时候还能够看起来像50-60岁的感觉，好好，对，所以应该说你要决定你要不要开刀。那我是觉得，对女生来讲哦，就是一个健康美很重要吧，对，就是你要美，但是一定要美的健康又自然。对，这个地方很强调的是什么？安全。怎么说呢？很多妇女的眼皮往下盖的时候，我以前当外科医生在急诊室的时候，有一半的妇女来的时候都是因为她跌倒。包括我妈妈以前也是跌倒，那么跌倒的时候经常有骨质疏松的问题、关节的问题，所以说你在40-50岁的时候，你的眼皮万一有盖下来，你就寻求两个途径，影响视力，视野变180度，变成是120度，那这个时候你就跟医生讨论是到底开刀好呢，还是免开刀直接把它拉上去好呢？要先有这个抉择。是，好，那如果两位到了这个年龄的时候，50岁吗？哎，对，对，虽然还很久了，对，大概还有20年。对啊，那你们会去寻求帮忙吗？我觉得我会耶，需要的时候还是真的真的，如果整个垂下来，我认为不好看。其实我觉得，医美这个是需要而非必要嘛。当你觉得你需要，我认为我需要，我就去。那有些人认为说啊，没关系，反正就是自然就是美，我老公不嫌我就好了，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。但我比较好奇，我想请教一下院长，你刚刚提到说啊，我们把这边填充饱满了，对。可是我们皮肤还是会因着地心引力而下垂或者松弛，它还是会垂下来啊。把它固定就好了，固定就好了。我们就以一个照片来看哈，固定就好了。不愧有学妹，连两个人都讲一样。固定以后，譬如说它这个眉尾下垂，眉毛下垂，我们就把眉毛。这同一个人吗？这同一个人。怎么差好多？为什么右边很像林志玲啊？那么那一张很像林志玲，对，就是说现在来修面补心，就是你的眉毛往下垂的这个部分，我们就把眉尾往太阳穴的地方把它固定，眼尾垂的地方往太阳穴的45度，眉尾的地方往60度去把它固定，然后固定以后呢，上面宽，下面就变小，所以它在鼻子的地方立体。它主要来的时候是它是一个疤痕，鼻部的疤痕。那鼻部疤痕，它想要开刀，我说包越开你一定会越有辛苦，所以我们就直接用立体的方式把它做填补。鼻子立体好了之后，眼睛就变大，
法令纹立体好了之后，嘴角立体好之后，脸就变小，所以他的整个味道有点像林志玲穿马装的样子。是啊，对，哦，所以现在免开刀的是一个趋势，最主要是台湾做得到。OK，欸，可是免开刀，我觉得这个很多人会有一个迷思哦。像我个朋友，他是很严重的眼袋，因为年纪大了，一定会有眼袋嘛。而且现在才三四十岁的人哦，都已经眼袋很明显。他就想说他不要开刀，所以他就是选这种抽出来的，直接把这一块直接抽出来。结果抽出来之后更惨，因为他整个是凹下去，然后整个眼睛就像一个凹下去的窟窿。整个脸太多了，所以就说很多人会迷失说，哎，我全部都不要开刀，然后可是他可能那个比例没有抓好。对对，这个医生就很重要，就是说概念，比如说我们要把这个眼袋要拉的时候，你眼袋要拉的时候呢，你必须把它有三个观念。现在是90%的要本来要手术的，可以完全在不开刀之下，来把它完成。所以如果以观光医疗，我们每天在做、经常在做的这种观光医疗，所有到台湾来要做美容的，我们所接触的病人，假设100位里面要开刀的病人不会超过2位，全部都可以用所谓的微整形，尤其长效微整形的概念，慢慢的被形成。那可以达到自己原本的。